一波波的浪花不断朝岸边拍打，仔细看，有民众穿着潜水的装备在海面上载浮载沉，大浪打过来的时候，他几乎都要被吞没了。有民众就拍下这惊险的过程，而这个地点就在屏东的垦丁，但是受到这个潭美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海边掀起了大浪，却有潜水的业者带着客人下海潜水，引发批评。虽然从气象局的海浪标准里面还未达到管制潜水或者海上潜泳等等的活动，但是各个海域地区因为地形的关系会有局部的大浪，也请各位业者特别注意游客的安全，不要贸然带领游客进去潜水。虽然从气象局的海浪标准里面还没有达到管制潜水的范围，不过呢，口感处也提醒大家，在台风期间呢，还是尽量不要从事这个海边上面的水上活动，避免发生危险。